今天的话，咱们来看宝山蓝红的薰衣草，给你们看啊，姐姐们，这个的话全都是宝山蓝红的河湾冰红料，品质非常在线的。这有几对啊，老板娘？这个不多，这个、的话有十多对吧？你抬起来给我看一下嘛。你有没有镜子？我想戴一下，照一下。没有镜子。这我戴着好不好看？好看的，不用照了，好看。这就是简单经典有概念型的那种啊。薰衣草的话卖过吊坠蓝红的，但这个款没有卖过。我觉得这种红色的话是中国人很多姐妹都会很喜欢的。这个价格贵不贵，老板娘？不贵，你看刚做出来的，我都没有买完。哦，来，这个是定制款的，这个定制的啊。对，这个的话它镶的是一个九二五银的一个款式啊。其实镶银托卖的话价格会便宜很多，如果是镶十八 K 金的话，一对的话肯定要卖到3000吧，4000吧。随便给你们挑两对姐妹吧，你看一下这个颜色又黄，品质又非常在线，很给力的啊、哦、它就是那种很纯很纯的。薰衣草的话本来就很费料子，这个价格贵吗？100多吧？没有，这个的话要380。380吗？我还以为你只要卖100多。这个比较难。双十一了，给我们来点福利特惠价行吗？行，送耳朵。你看每一对的话，你看都是，确实可以，又红荧光又好，都是镶金品质的这些，随便哪一对都好看。这美的像假的一样，它其实是真的宝山蓝红啊。因为蓝红的话，它做四叶草，它颜色达不到的话，它做出来不好看，很丑啊。对，所以蓝红的四叶草很少的原因也在这里。这个确实可以。你给我算便宜点了，算160一对了，我就全部收了，行吗？这都是定制款的，光这个定制费都不便宜啊。哎呀，你弄点给我了。四叶草又难做，双十一给我来点福利价。我跟你说的都是卖价，没有不给你报价。300多也能看到，但是这个双十一又没有优惠了，力度不够大。价格都300多，都是买一送一的价格。算160吧，行吧，现在就做不下来。可以了。这种的话让我少赚一点，这种好难做的。算160，160我不给钱。拿20对，行吧。这个你要多的还没有呢，因为这种可难做了。这对也可以。你看全部都在这里，我刚摆出来你就来了。有几对颜色不怎么好的我也没要。你要加这几对，这种要加一点。可以的啦哟，160，160。这个200下不行。160了，260了这个。可以啦，哎呀，下次还来的又不是说来。260，你给我的价格每次给那么低。160乘以20对。你不要转，你每次都给的太低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个款式，这个好看，这个一定要来抽，姐妹们。它是两颗蛋面的薰衣草，而且薰衣草又不是很小那种，属于适中的，这个价格很香。就这样吧。不行，要加要加这个。哎呀，加不动了。然后去我也圈点粉丝啊。这个的话就是拿回去给你们大大厂160一对，种水色都是非常好的。谢谢老板娘给我带走，自己种起来。这边其实还有，但是的话品质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没有这边的这个好，所以说呢我就挑了这边的这个20对啊。其实有时候不是说便宜就不给你们挑好的，便宜我也要挑好的，有品质有质量的。100多块钱，其实这种价格非常的香，而且价格贼给力啊。谢谢啊，钱我过去了。哎，这种要一对一对装，别装乱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种四叶草蓝红为什么人们不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难配对。谢谢老板娘。哎，这一对是不是？肯定是嘛。你再数一下吧。肯定是，肯定是。来吧。你再数一下。肯定是啦！哎呀，是啦。你再数一下，要不然我等一下又多亏一对。不会的。是的，来。你数一下。你数一下啦。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真的19，真的19对，没骗你。我现在熬夜熬傻掉了，我跟你说。她老公啊，做雕刻的，有时候可以雕到凌晨6、7点，我也是佩服。嗯，对，白天。有时候那种灵感一上头啊，就是想要把这种作品给它完成掉。对，雕刻件的话，全都是纯手工雕的。对，因为蓝红的话，它跟其他的料子不一样，蓝红不能积压，蓝红的话很脆的，它没有像翡翠的密度这么硬。对，所以说它每一件都是需要纯手工雕刻的。喜欢蓝红的耳钉宝宝们，不要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